先看视频，今天什么感觉？这个爽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很舒服，你看，按键，按摩，哎呀，它低噪水就没有声音了。你可以让它在那，不要睡觉，对吧？白天给它，给它做菜的时候，打游戏的时候，看书的时候，上班的时候，就让它按，这么一按，来了，开扣。 小杨哥同款按摩器啊，买出来了，这玩意儿能那劲儿吗？然后我正好颈椎不太好，不要偏啊，那是。这个开关啊，操作还是挺简单的，就这么几个键的啊。然后再充电线啊，充电口啊，哎呦，哎，直接挂脖子上了。哎呦，哎，直接挂脖子上了。哎，啊，这是什么啊？准备好了吗？摁住，动没动？动了，得劲儿吗？感觉力度小点儿，这加力度的。啊，再加一下。啊，这起码行了。 舒服吗？还行，有点感觉。咱还有一个这是啥的？来拍个细节来，这是什么动作？看看，有个就是有两只手的摁的感觉啊，就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完了还可以反方向，行了。啊，试试那个箭头是干啥的？反方向，这个是反方向，这是加力度，这是里头显示一个灯，不知道是干啥用的。嗯，得劲儿，没得劲儿，也挺得劲儿，挺得劲儿，挺舒服。 这个干脚确实不错，像是有人在用手按摩，对颈椎还是挺有帮助的。这完了啊，兄弟们，你看一下它这个构造，它这个地方是加热的，然后这个地方是往上耸，对，就是那个按那个感觉啊，是这么按的。但是总低头的呀，或者是年纪比较大啊，来买一个缓解一下挺好。啊，你都买了。